我尊重他评论。九个字斩风度，一二四，绿营大败，吴英宁成头号战犯。隔半年还想借黑韩复出，直指韩国瑜身边充斥黑金体系。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打韩啊，大概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什么太多的素材了。你再来吴英宁这样去打，我觉得对韩国瑜来说，我觉得伤害也没有太大。离开北农后炮火四射，但昔日的高薪实习生好像忘了，民进党里的黑金不是不说，是一旦摊开来就很难说得完。民进党很多的民代，因为很多的原因受贿啦的原因呢，还在监牢里啦。然后很多这个怪不要讲说陈水扁总统受贿，这难道不是最大的黑金吗？吴英宁赴美狂语录还不止这桩，有老爸当靠山，只要我想要，不分区立委也不是问题。吴英宁在美国讲说，只要我点头就是不分区立委。你今天能够去当北农的总经理，你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靠你爸爸。小英的基金会，你去当董事，你凭什么当董事？多说多错，吴英宁想当打韩悍将，就怕这把火先烧向自家人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